Thank you.
和你没什么可谈的。
别迷路了。欢迎光临，光用武器和防具是无法战胜龙的。现在还不能松懈。
最近经常想起那时候。有的时候，柔可以克刚。我虽然尽了全力，但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现在还不能松懈。已经熟悉神圣天堂了吗？
方案。
和你没什么可谈的。最近在附近声名鹊起的冒险家吗？有什么事吗，小孩？本来想给你一块糖吃，可是忘带了。你希望下次你能带来好消息。快对国王表示敬意。
我和你没什么可谈的，我和你没什么可谈的。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终于可以挥动复仇之剑了。
来得正好，我正无聊呢。即使我不能在你身边，也会为你加油打气的。愿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有什么事吗？光用武器和防具是无法战胜龙的。身为冒险家，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通过对话获得的信息，那个冒险家吗？英雄，长得很勇猛。你有话要和我说吗？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无聊呢。小孩子要多吃才能长高个儿，真是个可爱的小孩。小孩子要多吃才能长高个儿，小孩子要多吃才能长高个儿。
是个好奇心膨胀的家伙。
不要听听如何赚钱。店不接受退货，客人，快去快去，搜集女神的眼泪交给我。
能在你身边，也会为你加油打气。身为冒险家，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宝物了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宝。欢迎，下次再见哦。什么事吗？我允许你明天来找我。
吃，才能长高个。我进了很多好东西哦，我的店不接受退货。我的商品和其他店铺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相当高级。和我说吗？
万全的准备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宝物了。有什么事吗，小孩？本来想给你一块糖吃，可是忘了。现在还不能松懈。准备工作还顺利吗？你还这么小，就要将你孤身一人送到过去。是啊，姐姐相信你，在这里，别忘了，你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希望。有时候，善恶是，在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。我要做梦了，永远都不会醒来的梦。
嗅到了龙之追随者的味道。啊，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冒险家吗？Thank you.
状况真的是每况愈下。
替儿